那么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问题上，前面你做了减法，哎，一项一项的说有问题，现在问说哲学是什么，还是要正面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。我想我们不妨回到古希腊，回到这个概念最初提出来的含义是什么。这一点大家翻一本教科书，翻个词典，恐怕都会知道，哲学这个概念它是希腊语，两个希腊语词叫 Philos 和 Sophia 结合而成的一个词，叫做爱智慧。那他说这很简单，哲学就是爱智慧嘛。但是你往下分析啊，为什么最初的哲学家把哲学看作是爱智慧，而不是智慧本身，不是有智慧？这说明哲学家最初是非常谦虚的。柏拉图他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，他这句话很有代表性，他说智慧这个词儿太大了，它是个无限永恒的一个境界啊，只是神配享有的，我们人生有限，我们人不可能有智慧，我只能爱智慧和追求智慧。所以哲学这个本性它是爱智慧，在这里应该就已经蕴含着知识和智慧的一种区别。我们也许把知识也放在这里边，但是我们如果做一个区别的话，智慧所标志的是一个无限永恒的一个理想境界。你知识是关注现实的，你知识本身不能太过理想性啊，它一定是建立在事实的这个基础之上的。但是哲学关注的那个智慧的这个境界，它恰恰是个无限永恒的一个理想。人生有限，有限的人生不可能通达那样一个无限的智慧境界，但是人的本性却又驱使着他却要追求和热爱这个境界。问题在于随着2000多年哲学的这样一个发展，很多学科和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了。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的时候，通称在智慧那个领域里边包括了所有的学科，但是当一个学科有了自己确定的对象，有了自己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一套这个特殊的一套概念，它就会从哲学中独立出去。人们有一句话说什么？只要那个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，它就不再是哲学问题，它就会成为一门学科，而留给哲学的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，那留给哲学。但是哲学家绝对不甘心这样，他眼看着一个一门一门学问从我这儿这个分化出去成为科学，我应该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啊，我应该是科学之科学，所以使哲学成为科学就构成了2000多年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理想啊，哲学家们的理想。当然这个理想肯定最后以破灭而告终，因为它违背了哲学的本性，但这绝不意味着说啊，你2000多年既然它失败了破灭了，这2000多年还学的干什么。哲学的特点在体现在什么地方，就是哲学在哲学家那儿，如果你把它当作知识内容去学是没有意义的，都过时了。真正需要学的是什么？是哲学家面对什么样的问题，以及他解决问题的特有的方式，而不在于他具体的知识内容。具体的知识内容肯定都过时了。比如说，被称为西方哲学始祖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，他的观点是什么？水是万物的本源。到今天为止，谁会相信万事万物整个宇宙来源于水？没有人会相信。但是这个问题是否现在还在？这个问题现在还在，人们还要去解决它吗？是吧？那么他以什么方式去解决它，就给人们后世提供了一种典范，说明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能够达到什么程度，以及他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，它的局限性是什么。说到这里边，
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怎么给哲学定位。我们可以在科学、宗教和哲学三者之间做一个对比，你就比较清楚能看出，哎，哲学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。科学研究自然，诉诸于理性，它要把握事物的性质，或者你叫做的本质也好，规律也好，是吧？那么宗教，它恰恰关注的是自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，超自然的世界。它不是依靠于理性，依靠的是信仰，它要面对的是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。什么是终极关怀的问题？我们说人类一定会追问自己究竟从何而来，归于何处，整个宇宙它本性是什么，等等等等，这一类问题，当你追问到极处啊，你涉及到人究竟从何而来，归于何处的时候，它就超越了自然，就归到了另一个世界上。宗教以信仰的方式诉诸于人的情感去面对这个问题。与两者相比，哲学恰恰居间，哎，居两者之间。首先，它和科学一样讲理性，哲学是讲理性的，即使在哲学里边有神秘主义的东西，有所谓非理性的东西，但它仍然是一种理论的方式体现，它一定会讲理论，它这点和科学一样。但它和宗教一样，也是起源于终极关怀的问题，它绝不满足于自然科学解决的这种简单的事情，这个直接的基本的事实问题，它要给出一个终极答案。所以你看起来哲学似乎是比科学和宗教都要高一筹，你科学解决自然的问题，但是你不能解决另一个世界的问题，你宗教想解决另一个世界的问题，但是你不是诉诸理性，你不是讲这样一套理论，而我哲学既是讲理论讲理性的，而且又关注的是那个终极关怀的问题。看起来哲学好像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，但是恰恰这个位置使哲学很尴尬。为什么？科学宗教你可以泾渭分明，各管各的啊，一个是讲自然，讲这个世界。假如有宗教，宗教你肯定关注的是另一个世界的问题，哎，这是两个世界的问题。现在你哲学想把这个东西打通，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？你既不能像科学那样守本分，我就是讲自然的问题，你要超，或者说你要给出一个终极的原因的回答。你又不能像宗教那样，我有信仰这个方便法门，我不没有必要非要给你一套理论去说服你。宗教不会是建立在这样一种，他绝不靠理论去说服人的。哲学怎么办？你要想讲理性，你不能像科学那样面对自然，你又面对的是那个理想的世界。可你面对这个理想的世界，你又不可能把它像科学一样那样把它表达清楚，把问题得到解决。这就涉及到我们前面讲哲学问题的性质啊，哲学问题的性质。